娱乐圈一圈，同你圈出最想知嘅娱乐新闻。热爆演艺圈话题，同你逐格睇。SM 娱乐一夜蒸发19亿加币 ，AI 翻制 Beatles 作品，粉丝感动到喊。Billy Joel 结束10年驻场演出，男团 2BM 前队长朴宰凡宣布人退啊！记得今个星期五下午6:45同埋晚上10:20，娱乐圈一圈。